两天没雷了，有点响了，来一口高粱的，倒那么多个，不多，今天菜可不错，八大碗里头蒸五花肉，一点都不腻，不腻。哎，有点香。白喊的，来一个。你两个不吃饭呢？是。说。真香啊，不腻，这蒸的。停停停停停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再见